我的天哪！好了，胖子又该你了。您说呗。冬天，玻璃上结的冰花是结在玻璃的哪一面呢？是室内是室外啊？室内。哦，你认为是在室内？对。怎么办？我们可以游泳啊，可以游泳，下水吧，来吧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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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可以，停了啊，欧了，你一定要回答正确，听见了吗？听题啊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什么线看得见，抓不着？光线。好，光线，恭喜答对了。给胖子加水，水来得慢了，这个是吧？哎，你这水里面直冒气泡，可不行。哎，你跟我说你干嘛了？停了，停了，停了，停，停了，停，停。啊，行了，可以了。胖子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啊，您说。人们什么情况下先穿鞋再穿袜子？接。六五四三二一零，正确答案是踩着钉子的时候啊！来吧，给胖子加水吧。胖子个高，尤其上半身长。啊、真的，郭老师他一直在冒泡，为什么呢？我也纳闷，为什么在冒泡啊？哎，行了行了，差不多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，可以停了，可以停了啊，可以了。嗯，那么接下来是这个女孩的了，来，啊、铁。铁放在外面会生锈，那么金子放在外面会怎么样？圆筒环节中瘦弱的女孩命悬一线，她会选择被水淹没，还是能够扭转乾坤反败为胜呢？铁放在外面会生锈，那么金子放在外面会怎么样？会被偷呗。哦呦，太棒了啊！恭喜你，来吧，给胖子加水。我加过了吧？加油！加多加的一个格吗？刚才都加了一个呢。什么时候啊？没看到。这儿的时候。哦，那允许你把水喝掉一格。你还有一次多的机会，好吗？哎、好，您说。来，请听题。围棋棋盘上的圆点一共多少个？是那个小圆点是吧？啊，就是围棋棋盘上的圆点。九个。姑娘，没有办法了，你已经输了，站起来吧，好吗？好，谢谢，非常的勇敢。我宣布一下，我们今天最终的获胜者是我们的胖子队。恭喜他们，让我们为他们欢呼。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辽宁卫视你好达尔文，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支持，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谢谢所有的朋友们，谢谢。